3月3日，俄乌第二轮会谈结束，双方就临时停火、建立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双方近期将围绕建立人道主义走廊保持沟通和合作。乌克兰方面表示，没有获得期待的谈判结果。俄乌一致同意尽快召开第三轮谈判。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方无意进行核战争，俄方计划将针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任务进行到底，消除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设施。俄方愿与乌方谈判，与此同时会继续推进相关行动。此外，乌克兰内政部今天表示，乌克兰大城马利波遭俄军包围，俄罗斯军队不断故意轰炸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导致当地断水、断电、暖气停供，让马利波无法获得补给或疏散民众。马利波市议会指出，县政设法建立人道救援走廊，并修复基础建设。白宫3月2日公布了一系列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最新经济制裁措施的细节，包括对白俄罗斯实施出口管制政策，以防止科技软件和技术通过白俄罗斯流入俄罗斯。白宫称，此举将严重限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获得对乌军事行动所需材料的能力。同时，美国及其盟友正针对22家俄罗斯国防相关实体进行制裁确认程序，其中包含为俄罗斯军方提供技术和物资支持的公司。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日在国务院称，国防相关实体包括制造战斗机、步兵战车、导弹、无人机以及电子战系统的公司。此外，美国和对俄进行联合制裁的盟友国还瞄准俄罗斯炼油行业的技术出口，计划通过对炼油业进行制裁，达到限制俄罗斯石油工业的同时，保护美国本土消费者的目的。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3月2日宣布对社交媒体 TikTok 进行调查，称该公司向年轻人的宣传给他们造成身心伤害。调查将重点关注的问题围绕 TikTok 用于提高年轻用户参与度的技术，包括该平台如何寻求增加年轻人使用其应用程序的持续时间和频率，公司是否意识到它可能对年轻用户造成的任何伤害的程序，以及是否违反消费者保护法。邦塔办公室表示，此次调查由来自加州、佛罗里达州、肯塔基州、马萨诸塞州、内布拉斯加州、新泽西州、田纳西州、佛蒙特州8个州的总检察长领导，还有其他州的多名总检察长也将参与其中。 TikTok 对此迅速做出了回应，公司发言人在邮件中说，我们非常关心建立一种有助于保护和支持我们社区福祉的体验，并感谢州检察长关注年轻用户的安全。我们期待提供有关我们为青少年提供的许多安全和隐私保护的信息。美国国家气象局圣地亚哥办公室表示，从3月3日开始，南加州地区的气温预计将发生10华氏度左右的变化，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最高为70华氏度左右，沿海地区则为60华氏度左右。从周四晚上到周五，一场潮湿的风暴系统预计将给内陆帝国和呈现内陆的低海拔地区带来0.5英寸到1英寸的降水。美国国家气象局洛杉矶办公室指出，洛杉矶县的降水水平预计会稍微低一些，圣费南度和圣盖博谷预计将达到1/4到1/4英寸。整个圣盖博山脉地区的降雪也将持续到周五，山区的最高气温预计在50多华氏度。3月3日，在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第8检察厅厅长胡蔚烈介绍，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新领域拓展中，将依法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加大对人脸识别、网络摄像等涉及网络侵权的个人信息保护办案力度，协同整治饭圈乱象，参与全链条整治电信网络诈骗。